们的活动呢，预计在5分钟之后2点整正式开始演出。那小朋友们今天好开心，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。艺术是最陶冶人心的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有请了专业的摄影师，所以要麻烦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待会儿我们尽量不要到舞台前面来拍照，好吗？我们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合影的活动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，也可以上台跟我们一起拍照。那我们活动2点准时开始，谢谢。